徐锦江和梁家辉罕见同框，二人拥抱，情谊十足。近日有媒体曝光一组徐锦江和梁家辉二人的照片，梁家辉很远就看到徐锦江张开双手想要拥抱，二人紧紧地抱在一起。早期他们二人就有很多次合作，给我们带来很多经典的电影，比如《赌神二》等。二人的友谊也长达30余年之久，这次见面也不是偶然。据了解，一档名叫《一路成年》的综艺节目即将播出，徐锦江与儿子徐飞，以及梁家辉与两个女儿，还有吴刚跟他儿子一起加盟了《一路成年》。这当中综艺节目嘉宾阵容强大，又是一父子档的节目，被誉为成年版的《爸爸去哪儿了》。很多网友表示节目收视率稳了。